弟兄姐妹，请听上帝的话。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洗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借着洗礼表明上帝应许他用他完全的恩典赦免我们的罪，接纳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通过洗礼表明从圣灵得着新的生命，使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圣灵里姐妹，你今天要接受洗礼，你要在上帝的众人面前来表明你的信仰，诚实回答我的问题。 Do you acknowledge yourself a sinner needs the salvation of Jesus Christ? Yes. Do you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 and there is no salvation beside Him? Yes. Are you willing to receive Jesus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and willing to follow Him, to serve Him? Therefore, I will baptize you in the name of the Holy Father, the Holy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men. Please kneel down. In the name of the Holy Father, the Holy Son, the Holy Spirit, I baptize you. Amen.宣告，你已经表明了信仰来领受洗礼，我奉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的名接纳你成为西安教会的会员，一同领受主的圣餐及新约的恩典。阿们。啊，那时候弟兄谢忠全弟兄、李雪慧姐妹、谢康林姐妹、谢伟仁弟兄、林正中弟兄站立到台前来。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现在你在众会友面前宣告你对基督信仰，并表明你自己愿意加入本教会，成为正式会员，参与教会生活。为此，我请你们回答下面的问题。你相信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的福音，照新旧约圣经所启示是唯一得永生的道路吗？是，我相信。你愿意尽力活出基督所赐生命的喜悦，参与教会生活，殷勤参加主日礼拜各种聚会，彼此代祷，并尽本分奉献来荣耀主名吗？是的，我愿意。你愿意接受教会在属灵的指导，用基督爱的精神与其他的会友交通，追求合一、圣洁与和平吗？是的，我愿意。现在要请本会的会员起立，请本会的会员起立。我要跟你问，你已经听起因的表白，你有诚心欢迎因加入本教会做会长的会员，做伙讨走信仰的道路，听因、鼓励因、为因祈祷，一同学习追求信仰的忠贞吗？既然是安尼，我代表西安基督教会欢迎你们加入本教会，从今以后你们就是西安基督教会的会员，你们当与众弟兄姐妹殷勤学习真理，追求灵性的长进，上帝赐给你们各样的恩赐，你们当发挥与众圣徒同心的侍奉来兴旺教会。阿们。现在也请莉莉亚将站起来为你们祝福祷告，为你们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欢喜快乐，这六位弟兄姐妹，这七位弟兄姐妹，他们
在你面前来表明他们的信仰，愿意遵守耶稣基督的教训，成为锡安教会的会员，在这个教会成为他们属灵的家，愿意跟众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真理，追求认识你，服侍你。我们众弟兄姐妹也非常欢迎他们的加入，知道若有人信主加入你的身体，就是教会，在天上天使天君一同与我们欢喜快乐，我们将他们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悦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我们的同工牧师来跟他们握手我准备的礼物等到中午庆祝会的时候再发给你们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恭喜他们，恭喜你们。是有礼物的哈，但是下中午再发吧。一个加那个鸡。嗨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哦！还有五万。